告诉他们你这个牌子，对对对，本剧院已全面消毒。
也可以看见，会有一点点。宁波路，异光看不清。友情提示啊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上海。为了您和公众健康，上海疾控向您温馨提示。如果您是各地来沪、返沪或经过湖北地沪的朋友，请你及时联系所在街镇、村居委会单位和入住的酒店等，并主动登记您的联系方式。啊，请注意观察您和家人的健康状况，如有发热、咳嗽、气逐以及呼吸道症状。特别是发病前14天内有湖北旅行史、居住史，或发病前14天内曾接触过来自湖北的发热伴呼吸道症状的患者，请佩戴好口罩，及时到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医，并主动告知医生旅行史及周围人员是否有类似的病例，听从医务人员的指引，配合医务人员进行流行病学调查，提供详尽的信息，前往医院，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。3、尽量避免参加集会和集体活动，如前往人员密集场所，请佩戴好口罩。4、注意环境和个人卫生，餐前便后勤洗手，咳嗽和打喷嚏时请捂住口鼻，尽量避免与呼吸道症状的人接近距离，注意开窗通风，保持室内空气流通。5、如有任何的问题请拨打无锡居委电话2020年的1月25号颁布的。每个地方都有相关的通知啊，包括商店，全国性的，查的挺严的。啊，无锡小区就这个，无锡小区居委会。这个其实是一个，这个街道很有意思。这个好像基本上是卖电机的。这些都是五金啊，电机，一条街，宁波路，这里好像戴口罩的人并不多，你看，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。菜场还是有人戴口罩的。老板没戴口罩。
菜大家还是要吃的，对吧？食品店、菜小菜场都还开着。像那种小餐馆都关了，都买菜在自己家里做了。宁波路276号，原为上海前业工会钢筋混凝土结构，1917年建，简化的古典主义风格，立面构图严整，中央开间的入口和房顶为设计重点，顶层呈加建，什么酒店吗？应该是酒店吧，我看看。菜场，
空空的街道，荷兰中路，走不走的，公交车上还是有蛮多人的，算多吧，有人看到了一两个。现在的时间可能是大概5点多钟吧，我看看时间，5点15分。荷兰中路，5点15分。
快递公司。啊，口罩戴的喘不过气。Yeah.